那师傅，我再问你，上次你不是讲了那个故事，不是有个人算命的算到他中六颗彩，结果他中了六颗彩，人家绑架了，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好好在人间没有好好的守戒吗？他就是去杀到阎王酒，所以把这个彩给他破掉了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，这里边师傅你开始一下。有的人有财运，但是没有命去使用它，听懂了？哦，有的人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只有财运，但是没有守财运，守财也是要有运气的，听得懂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创造一个事业，明白了，有的人就会创造事业，但是不能守事业的呀，啊。哦，明白。那师傅，你像有的人他挣了钱他就破财，他是钱是造了什么阴金是就挣了钱就破掉了这个钱，师傅你讲一讲。师傅，很简单，他赚的这个钱里边有不如理不如法，他就破财了。